三只猎豹分工合作，悄无声息地慢慢靠近这对鸵鸟，开始对鸵鸟展开了围追堵截。在距离足够短的时候，突然一只猎豹加快自己的奔跑速度，这对鸵鸟此时发现不对劲，也开始奔跑起来。猎豹和鸵鸟上演一场巅峰速度的较量。咱们常说啊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奔跑中，雄鸵鸟在方向上犯下了极大错误，把祸端迎向了比自己身材更加笨重的雌队友身上。猎豹一见有比较好追上的雌鸵鸟，马上就转向全力扑向雌鸵鸟，终于一举成功把雌鸵鸟按下。远处的雄鸵鸟看着自己的伴侣被猎豹扑到，只是叫唤着，并没有要上前帮忙的意思。这就是大难来时各自飞吗？